这一题是来自我们雪琴宝宝的题，李雪琴提问：谁是好六团的爱哭鬼？这个简单。这个要错了，我当场收工。来吧，准备。请亮题板。亮出来。谁？哎哎哎，老秦。谁？老秦。谁？老秦，我十年没哭过了。选王鹤棣。你给我去店里面唱水星记，快去。王鹤棣是爱哭鬼。没有没有，我选黄明昊。你选的黄明昊。来来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太紧张了，刚刚。我太紧张了。我觉得你那个行为比卧底还过分。人家卧底为了他自己的就是这个身份，故意搅浑水。对。你纯好六团的荣誉你都不要了。我就说这道题完全送分的题啊！哇，连步步都大小声了。步步一共就跟蔡文静录了两期节目。他都知道是。好吧，朋友们，那没办法，最后总的来惩罚一下好不好？我眼中的他全员没有答对一题，但是呢能感觉到好六团彼此之间还是比较了解，只是他们解题思路不一样。来，三二一。哇，弟弟这个真疼，好响，老秦都疼得飞到那边去了。好，祝贺大家告别纸鸭板。